潮入面有個將領，佢姓末林，名盡忠。然之後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EG 大國際》。又嚟到搞笑版退休生活啦！咁我哋拍多次呢個《鳩阿爬》佢哋咁，點解呢？就係因為《鳩阿爬》嘅作者咧喺上一條片嗰咧就留言話送一部 Big Box 俾我哋啦，結果佢真係咁樣做。多謝。有個要求啦，就係想我哋玩佢嘅限定版題目嘅，咁全部咧都係四星難度嘅。我哋上次玩嗰啲最盡都係三嘅啫嘛。然之後呢度仲有一個閃靈靈嘅收皮啦，我決定今次擺喺呢度，大家可以使用。可以照鏡呢張收皮啦。不如我哋擺多一張呢個鳩阿爬落去，跟住咧就可能要嘅四個都係鳩阿爬。咁咧，除咗就要估究竟係四個都鳩定係真係有人講。OK， 好慘啊！今集諗樣好慘。誒，哇！使唔使講一次玩法？唔使啦。如果想知道玩法嘅，咁睇翻我哋上一次嗰個鳩阿爬咁就會知道啦。睇啲咩嚟啦？係啊，又或者睇其他人玩嘅嗰啲鳩阿爬都得噶啦。邊個題目？你提先啦。難度二嘅失眠的解藥啊。提示就係國王啦、作品啦同埋心理學嘅。一，等先咯。失眠嘅解藥咧，其實咧就係一個心理學催眠嗰陣時用嘅一個誒，即係要公式啦，唔係叫公式，即係一種招式啦。我寧願要公式嚟啊！總之一種嘢嚟嘅。咁點解會叫失眠的解藥咧？其實係即係來自於國王嘅新衣嘅，即係代表有啲人咪有成日好失眠到話要睇心理醫生嘅。咁其實佢而家就係咁樣依一招催眠佢咗。其實你而家已經係瞓緊㗎啦，已經係瞓緊啦。等嗰個病人有休息嘅時間。我真係可以完全唔明白，聽曬咯。即係其實佢呢啲因為失眠嘅病人，佢去見一啲心理醫生，然之後咧，但係佢一直都瞓唔到覺，咁食藥都冇用。然之後咧，咁個心理醫生為咗醫一班人咧，就好似國王嘅心理咁呃佢哋，其實你而家瞓緊覺，你而家瞓緊覺，等你令到有得休息。瞓緊覺。即係每次佢俾錢去睇心理醫生，其實純粹係攞嚟醫佢嘅失眠。即係催眠。咁咧，其實佢係一套戲嚟嘅。咁咧，佢係一套好長嘅戲啦，係有87个钟嘅。等啲人可能睇嘅時候就即係瞓唔著，嗰啲人睇，跟住咧好悶啊！啲嘢一路睇就一路都瞓著咗。跟住佢中間就會有啲可能播啲綠手指。一個童話故事嚟嘅，就係講咧以前有個國王啦，佢就叫做佐治，跟住咧佢咧就失眠啦，跟住咧就搞咗一個比賽，就係咧要全國嘅人咧為佢去揾呢個失眠嘅解藥，之後佢就認識咗一條女，跟住就結咗婚。有冇講喺邊度嘅故事啊？冇。佢笑聲漸大笑聲玩鬼啊！玩鬼。即係個國王叫人幫佢揾失眠的解藥，然後後來佢就同一個女人一齊咗啦。係啊，跟住佢就冇失眠。嗰個就係國王嘅解藥。呢個係發生喺 Renaissance 嗰陣時嘅。哇！咁就佢嗰陣時就問下國慶。咁嗰陣時嘅失眠藥，其實嗰陣時嘅安眠藥咧就未叫做安眠藥嘅，亦都未有呢樣嘢本身。咁但係嗰陣時嘅國王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叫做當時期嘅化學家，咁佢就整咗呢一支咁樣嘅安眠藥出嚟。但係嗰陣時個名叫做失眠的解藥，就冇安眠藥呢一個名字。咁就諗住你係要講一個真正嘅答案。我咪自爆嘅，但係點解你講個都咁金嘅？咩金啊？我都覺得你哋四個都好好地。乜嘢？尖住哎呀！藍天啊！尖住嚇！點解咁閃嘅張咁樣俾我？咁啱啫。唉，大肥開下先啦。哇！一定係啦。咁樣嗰個其實講得好似，但係去到最後尾突然之間收皮咗上台。你當我後面嗰啲冇講過，我留翻遲啲再諗下先。二姐，好老實啊！喺今次二 G 開埋啦，好老實啊！再到開。
係交牌。你老細。我不停念詩，中間會播色情影片同埋重金屬音樂。我想睇依套嘢喎。嗱，佢呢個係咁解嘅，《失眠的解藥》酷作品啦，1987年嘅一部電影，片長87分鐘，內容係一個藝術家不停咁樣吟詩，並且間中就會插播一啲色情影片同埋重金屬音樂。我係記得色情嘅，但我最後屘同你講話，誒，佢會播啲色情嘢出嚟，咁就會好似唔係好 make sense 咁樣。但我淨係記得色情，我唔記得前面嗰兩個。都不明白為什麼你只記得色情。我是想這樣。今次這個題目呢，就是三個難度的末輪盡中，是完全沒有提示的。好錯，我是想這樣，很難想的，這個不知道末輪盡中。sorry 哇，這麼殘忍。末輪盡中呢，其實是一個成語，它的典故呢，就是其實呢，它諗呢個字咧，佢係解用手指咁樣捉咁解，就唔係解洋句，大家壞心思啊！我以為手指捉諗，唔係，sorry， 唔好意思。然後末輪盡忠呢個成語咧，就係解以前有一個軍官啊，咁咧佢就俾佢嘅上司炒咗，咁然後咧佢喺臨走之前咧，佢就將佢所有嘅武器都抹得好乾淨。好少到你了。有一樣嘢叫金錢，唔係平時食，唔係平時食小菜嗰間，但係真係有個朝代叫金朝，入面有個將領，佢姓末諗，名盡忠，跟住有一鑊喺唔知點樣同蒙古打嘅時候又唔。夠姜打又逃走，居然被自己國家告，然之後又處刑。但係佢原來係姓末諗，名盡忠。完。末諗盡忠係周朝嘅時候一個將軍啦。咁樣咧，佢咧就係一個好盡責嘅人嚟嘅。然之後咧，佢咧每一日咧去完廁所。自己講完都笑，都會沒諗盡忠啊！唔係，講埋啲，佢每日去完廁所之後咧，佢咧嗰個廁所咧去完之後咧都好乾淨，就因為佢好盡忠。唔係，跟住咧好鬼乾淨啦，廁所。跟住咧就會叮咁樣好乾淨嘅，以後咧啲人咧就有呢個成語就講末諗盡忠，去講佢啲咧好乾淨，同埋好拎嘅。我仲諗住講啲鹹濕嘢，係我發覺都算啦，而家好似冇人加好。你講嗰個破功啊，嗰個走金錢。你講嗰個破功。我大肥。其實末輪盡忠咧，你知唔知陳強記作者係邊個先？古天樂。唔係啊，陳強記本身係一本小説嚟嘅，佢作者叫王瑩，佢本身係個好撚鹹濕嘅，佢本陳強記都好撚鹹濕嘅。咁只不過咧，佢係將即係將香港嗰啲鹹濕嘢咧，咁擺落去佢本小説度。但係咧，以前嗰啲古代嘅諗咧，其實佢係代表擅長咁解。咁佢嗰個末輪盡忠其實話啲擅長。擅長。咁其實王瑩仲有好多小説噶嘛。咁佢其中一本小説就係、是、會係嗰啲拜門派學武功嗰啲啦。咁就係、是，但如果你本身要識嗰一個好勁嘅武功，咁然之後咧，佢要去拜去再拜師學再學藝咧，等陣先。然之後再學藝嗰陣時咧，咁佢要嗰個師傅咧要去表示佢對佢嗰個唔太動心，所以要去徹底忘記曬佢自己最擅長嘅嘢，然之後去學佢啲嘢。哦。我以為是要他切咗佢以表示你是盡忠咁樣。哇！大肥對唔住，大肥大肥嘅答案嘅字幕一定好難打，因為冇邏輯可言。我咩啫嘛？我將啲嘢你開理解啲啫嘛。你開啦，都而家開啦。哇！好難啊！最衰我唔識四字成語啦，但我又唔覺得撚係佢係成語。即係撚手小菜都唔係捉，都唔得。個撚字有好多意思噶嘛，一個字都可以有好多意思嘅。你開咗先啦。你啊？勁喎！
金朝，金朝嘅一個偶像叫姓末諗，明俊中，明俊中，咩有四個字嘅咩？高人振華，好，你係老實，係因為高人振華 ，yes， 哇！拗曬頭咯！金朝嘅一位將領姓末諗名俊忠，在抵抗蒙古軍的時候逃跑，後來被告謀反並處死。好，跟住就到我諗樣啦。乜屌？點解會講出嚟？跟住就到我諗樣啦。咁個題目咧就係難度二嘅肥圍啊，唔知咩嚟？健康啦，又或者係繼承啦，又或者係妖怪嘅。二十十九，好，開嘢。開眼，開嘢，你先啦。嗯，好有自信啊。嗯嗯，咁又係啦。其實係咧，啲人咧太肥嘅時候，佢會去做嗰啲抽脂手術。哦，咁就抽脂出嚟嘅時候咧，咁咪有啲針筒，即係抽啲脂肪出嚟噶嘛。哦，咁嗰啲咧就係叫做肥圍啦。咁係嗰啲脂肪定個針筒？抽出嚟嗰啲嘢咯，即係嗰啲脂肪，哦，即係同廚餘嘅道理係一樣嘅。大肥到你，肥圍係喺中國個《古本山海經》入面係一隻妖怪嘅，兩個頭一條尾，個名叫肥圍。係啊，咁型。我有兩個頭一條尾，我要肥圍，好型啊！即係嗰只怪物，即係兩個頭一條蛇尾咯。O K， 刑天都冇頭㗎，其實。但刑天刑個肥圍好多啊，長馬好啦。肥圍咧其實係一個律師界嘅行內術語嚟嘅，即一個人佢可以承繼嘅遺產咧係高過150,000嘅話咧，就叫肥圍。成遺產高過十五萬，仲要偷偷地俾你唔會發覺添。要高過150,000嗰啲就係肥圍啦，哦，即係 fat fat 啦咁樣。律師應該會睇得高啲嘅，即係例如150,000開始計肥圍。我冇講係咩。佢冇講咩特咩貨幣喎，真係講啦，講啦。150,000英磅。O K， 哇，咁150,000嘅英磅肥圍喎，真係好。佢啫。肥圍咧係講咧嗰啲人咧，如果佢係男人嘅講，夢圍啦，有聽過啦。咁肥圍咧，扭啲 fat 出嚟，扭啲脂肪出嚟。肥圍咧，其實咧就係講咧，當啲人太肥嘅，其實係唔關冇胃事，我打下驚嘅啫。閃個張。我未講嗰啲人太肥嘅時候咧，咁樣咧佢坐低嘅時候咧，你知道會有汗印噶嘛？哦，我以為你講接出嚟個啟嘢。唔係唔係，你坐低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太肥啦，跟住咧。佢會有流咗汗啦，跟住起身嘅時候咧就會勁 L 大個汗喺度。哦，嗰啲。嗰個汗就係叫肥圍。即係等於我平時坐喺即係行過嚟嗰時，之後坐喺張凳，然之後一起身就印喺嗰啲嗰啲棉嗰啲凳度啊嘛。我覺得金閃閃呢張係可以俾你，一粒都係膠拍。開。你信大肥？我信大肥。開。點解嘅？因為我覺得佢無啦啦唔會講。係啊，係啊，我想問幾個識嘅。你識唔識肥圍啊？係咯，我有睇過。你有睇過肥圍？你淨係識唔識？你淨有睇過肥啫嘛。我覺得高兒嗰個好好笑。肥圍係一隻妖怪嚟嘅，出自《山海經》嘅怪物，一種蛇妖，一個蛇頭，但係有兩個身體。佢係一個頭，兩個身體啊！兩個頭一個蛇身啊！點解可以咁啊？好啦，咁下一條就係閃題喎，即係限定版嘅題目。Idiota 咁就係巴西嘲諷人愚蠢嘅動作啊！咁呢一條咧就係動作題嚟嘅，咁我哋就要用動作去俾個諗樣去睇，等個諗樣去信個動作就係原本嘅呢條好啦，我覺得呢個幾有趣，但係當然都自己唔使做啊，好好好著數啊你。19對住鏡頭做，但你都要睇到佢做咩，因為你要分析。你做啲咩？咩啊？你都做一次？你見唔同嘅，第一次嚟嘅，你就係咁，你點解淘大魚？你好樣衰啊！佢其實係咁樣，即係佢係用文字去介紹嘅。我知道。O K， 就需要咁樣啦。
之後。啊！點解？點解你咁做？你冇做過廁所冇係咪？點解你做出嚟就好似假啲咁樣咧？唔係第二，誒唔好擾亂。係因為太多啊！呢個太自然笑，人類是貪西人。但係佢有強調唔可以笑咯，所以好難咯。做錯咗又話我假，嗰下話，唉開，我係咩？破柴啊，石頭皮，石頭皮。哇！你做得咁好身呀？你真係咁啊嘛，大佬？喂，唔係咯，大大肥，你做得好戇鳩啊！有幾戇鳩人哋真係笑喎、啊。唔係啊，你人哋隻手咁樣，你一時又咁，一時又咁。三次都唔一樣，鬼知你做乜鳩啦！嚇戇鳩嘅，佢哋又做得好好啊，咁撚咗咁撚多位公民，佢哋自己諗㗎嘛，黐撚線嘅。你自己要扣啲分啊，真係戇鳩啊！跟住就係呢一條 HTTP 冒號斜斜 hey.com。Hey 啊 hey 啊 hey！ 二十九，拖延時間。嚇？點解？我唔會改喎。以前佢係一個韓國嘅交友網站嚟嘅，然之後同你有冇聽過？因為你係香港人咯。你又知佢冇玩香港國嗰啲？你識識鬼睇中文字啊？黐線！做乜話你啲嘢嚟出面？你靈專啊 ！By the way， 我最近學識咗一個新嘅潮語係張中啊，大家知唔知？尊重啊嘛。然之後咧，佢其實咧係同你個諗生層差唔多嘅，咁因為嗰邊咧，即係韓國嗰邊啊，多翻咁冚鳩咗佢個網站啊，咁然之後佢每一次重新開一次咧，都會加多條 E 字，係一開始係 he.com， 一開始只係 he.com。阿林 ，he.com 咧其實係he man， 即係你打開之後咧會見到 he man 啊，然後咧佢就 hey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無聊嘅網站，你一入去佢就會顯示 he 同埋 ho。其實你撳入去呢個網站之後，你就會見到一條 3D 嘅動畫，只動畫就係一隻獨角獸喺個沙漠嗰度飲緊朱古力奶昔。你如果話彩虹嗰、那個，我可能會信，即係有個好似綿羊彩虹喺度飛嚟飛去嗰、那個。唔係，嗰、那個係 Neon Cat。你兩個開咗先。咁你又死得啦，係咯，因為佢係。哦。但係我唔好笑咯。好搞啊！一個不停顯示 hey 和 ho 的網站，你係咪知樣？十分無聊。我大概估到係啲咩咯。好癲啊！因為佢聽過你嗰個先，然後佢唔信你嗰個。係啊！如果我揀啲先，我都唔信你嗰個。玩埋呢個咯。呢個抽諗樣啊！係抽咯，呢個真係抽嘅。我哋而家啱啱每人輪咗一次諗樣啦，玩多一條啊，好唔好啊？因為我哋仲發現咗有一條幾想玩嘅。呢個唔知呢個圖案咩意思，咁但係難度就三，亦都冇任何提示啊。係諗樣。哦。一、二，好 easy 先。呢一個咧，其實係佢呢一個係代表緊。嚇！你仲咩？我未開始講。佢呢一個係其實代表緊嗰個晴天娃娃，只不過唔係，你唔好幫我解釋。只不過呢個晴天娃娃咧，佢係咁樣去斜噶嘛，咁所以就並唔係一個普通嘅晴天娃娃。對唔住啊！我咁忍笑啊！大肥啊，大肥先。佢依個符號係咪以為係火柴咩？其實唔係嘅，我假人嘅啫嘛。依個啊，點樣差我？係啊，依個係一個天文嗰啲天文學家啲符號，即係天文學嘅符號嚟嘅，代表水星咁解。天文學家。
天文台嘅虎。天文學啊。天文學嘅虎代表水星。係啊。水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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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係。佢其實咧係古代嗰啲人咧。他們咧會鑿在個石頭上邊嘅一個圖案啦。咁樣其實佢係乜嘢嚟嘅咧？你見到有三隻扯出嚟咧，其實係香嚟嘅。跟住圓咕碌嗰個咧就係嗰個香爐啦。扯係咯。扯咧就係因為咧係標示個方向嘅啫，即係個廟喺嗰邊咁樣。咁佢就會如果有人指個廟俾你喺邊，係用支香紙俾你睇咁啊。係啊，跟住就喺個石度。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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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賴屎或者係放落 ，OK， 條牌呢個有先，勁難，好難睇，佢仲要第一個問我，呆乸仔嚟。應該完全諗唔到。我猜即係講講炸彈定係講頭先。係啊，我啱想講汽車嗰個一撳我就開車頭彈，但係你講啊，哦，明你講，佢勁似車頭彈。最最高拍，哎呀，大肥又係老實啊！我估佢都系啦，我估大肥老实人。哦，大肥噏咗啲咩嚟？水星。哦，好啦，真系唔使。其实咧，人哋就系咁样讲，点解你要讲咁多爹？你头先讲劲大抽嘅，但系你系得几粒面？一个天文学的符号代表水星。就系咁样咯，你头先讲一抽嘅。佢讲啲咩？我觉得都唔系好多啫。但係佢做得咁差，但係佢就係做老實，做得咁出色地差，咁先玩噶嘛，咁顯著地差。我哋我唔知點收尾啊！依家如果中意睇呢條片啊，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 啊，咁記得 follow 曬我哋咁多個人嘅 IP 啊，同埋 Facebook 啊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